头里痛啊！我看到一架直升飞机啊，一架直升飞机螺旋桨在转的时候，就发出那个白光来，强光来啊，发出强光来，那个光是来自模飞行器上的啊，模飞行器上的啊，在反光啊，反光啊，嗖，不断反光的话。他们之间形成了相关联的啊关联性啊，产生了关联性，产生关联性的话，嘣一下子，那个膜的飞行器撞到这个飞机了，哇，就掉下来啊，掉下来，自动形成关联性，自动形成关联性，好，知道了啊，这就是宇宙里面能量系统在。在发挥作用哦，能量系统之间的关系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